哎呦我的妈！媳妇儿，吃饭了。来了，来了。啥情况？这么多鸡蛋？爸爸，你每天都吃不到好吃的，今天咱们还是换一下吧。爸爸不想换，爸爸不想尝，我这里面有好吃的。但是吃个鸡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你吃，你吃。隔着盆子，我都能闻见猪蹄的香味。老婆吃鸡蛋的速度应该比我家养的老母鸡下的还要快。妈真香，哎呀！这面条看着很好吃，不过这好吃也没我的猪蹄好吃。再给你开一包。先让他吃饱，避免一会儿抢我的猪蹄吃。行，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你吃完了？啊，吃饱了。我有好吃的啊！你看我给你变个魔术，啥好吃的？大猪蹄儿。哎，啥字儿没有啊？爸爸，你吃这个吧。妈妈给。哎呀，不急。大哥，懵了吧？好像。哟呵，你这猪蹄儿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吃红烧肉，我吃猪蹄啊。哎呀，干嘛？来来来，不，我吃红，我吃猪蹄，你吃红烧肉，给，这面也给你吃。好好好，妈真香，哎呀，我先吃块红烧肉吧。这我的，你吃你的猪蹄。一会儿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你吃完了吗？你吃完了该我吃了。那你吃吧，不许你给我抢我的猪蹄吃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！真的！赶紧把鸡腿藏起来。幸好被我发现了。给他赶紧调包。这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呢。媳妇儿吃饭了。榨菜。哎呀，咋还给抠上来、啊、你选一个呀、啊。选啥选，你做啥我就吃啥。你别笑。那你先吃啊。所以转眼的原因吗？看看我的大鸡腿，它还在吗？
要是吃稀饭，吃的大餐没蛋。我告诉你，在家就弄的大菜。我刚才就是我弄的，我才不去呢，弄了。滚！贱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还防着我呢，一个都不给你剩下。不留给沈燕丝真不行啊！吃饭了，来了来了。咦，这是啥呀？难怪啊，一会儿吃还没熟呢。那凭啥你吃饺子给我吃这个呢？饺团这是。不行，他的饺子看起来比我的饺团香。我得想个办法把他的饺子给他吃了。对了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。啥东西啊？哎呦我的妈。不行，我还要吃饺子，饺子配上辣酱比饺团好吃多了。谁呀？有人敲门呢。谁敲门？开门去。你别笑。没人呀？哪有人呢？没人。我还得想个办法把饺子吃完，一个也不给他留。老蒋明，你再去给他拿一把。既然你这么想玩，那我就好好配合你一下。好，来，给，再给你吃。嗯，给，再给你吃。嗯，谢饱了没？饱了，吃饱了，饱饱的。嗯，哎，你吃你的，你吃你的，来吧，你吃你吃。哎，你看我这是啥？一会儿。